相对来说林丹这样的失误就比较少。Six five。好球。Seven five。Seven.现在比赛里面也是每一个球都要小心，稍微一个球慢一点偏软一点都有可能被对方反击，再抓住这个机会。 6-7比七，下一次夺回了发球权。Service over. Seven, six.Six. 好球。对，他有一个假动作，那个掉直线，夺回发球权。林丹接发球是一个假动作，手法还是很细腻。下一则又失误了。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局比赛呢，林丹他的失误很少，下山泽要想得分必须要打死他，就是必须你速度比他快，压过他才能够打死，才能够得分，而林丹自己很少有失误，不会很轻易的送分给下山泽，而下山泽自己的失误送了很多分给林丹。现在又是一拍正手的突击。
那夏安泽要想得分的都要靠这种实实在在的一拍一拍打死对方。林丹有些得分就显得比较容易一些。这拍是林丹失误了，八比九。Eight, nine. 9 all. 10-9.